装载啤酒花对吧？50个啊，满100再过来啊，满100再过来。对啊，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？是这么一个逻辑啊，接受啊，然后暂时不用啊，暂时不用。OK 啊，行了，现在是搞了一条贸易线出去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对的，应该是对的，是这么一条路线啊，满100，然后他就往那边送，他在这等的对吧？他没有3个你就往那边跑啊？你这么跑不累死啊？哎呀，他是有点货就装，我以为他是那个呢，他是装好了哦，满了他才送过来啊。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，那我就清楚该怎么弄了。也可以啊，你要这么来回跑也行啊，也行。我呢可以给他送一点。